是不是来了？哎呀，大兄弟，哎呀，大哥呀，想你呀，大哥呀！哎呀，真不见没见，你咋瘦成这样了？我这辈子唯一干成功的事儿就是减肥。那也算事业有成啊！哎，来的匆忙，没别的，买点水果。你别介，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、嗯，要买应该我给你买呀。哎呀，咱哥俩客气啥呀？你快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老哥呀，哎哎，儿子啊，来啊，接接你大爷，大爷好。你这孩子嘴真甜。这你哪一个儿子？老几呀？这是？哎呀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嘛。哎，你忘了他刚一出生那会儿，这儿门前有两颗小门牙。对对对对，这孩子我想起来了，可有意思了。别的孩子吧，都是一下生的时候自己哭，他一下生护士哭了。啊，爸，又糊涂了。那护士哭啥呀？他把护士手指头给咬了，人能不哭吗？咬着不撒嘴，那孩子哭什么？大爷，你别总提那事儿。当时我不是不懂事儿吗？大姐姐 啊，不好意思，你说我们这儿子啊，哪点都好，就是谁要一提他的牙呀，就他有点烦。那打现在开始，咱家定个规矩啊，你不准说牙，我也不准说牙。打现在开始，谁也不准说牙，谁再说这个牙字儿，小心我用牙咬他。大呀，我想咬你。口误，大爷，你先别笑啊！我问你点正事儿啊，说那啥，那个，你家就这一个女儿吗？哎，咋的？你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爸，回家。回家干啥呀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大爷家有仨姑娘了啊！大米粒儿、二米粒儿，咱们要看的是小米粒儿。哦，那行吧，那我再陪你待会儿。哎，大哥呀，咱俩能干啥？你说这时间过得可太快了。就是嘛，老哥，那个小米粒儿还没搞对象吧？哎呀，总说搞对象，总也搞不上，平均每个月看个八九个，还个十来个，这不如养小子省心，不是？哎，老哥呀，哎，你可真够意思呀。我还以为你把当初的承诺给忘了呢。那能忘啊？那不过这现在啊，可跟咱当年那时候不一样。嗯，咱那时候爹就是爹，儿子就是儿子。现在说是我女儿，其实她是我奶奶。老哥，爸啊，说正事儿。对，说正事儿啊，老哥啊，兄弟今天有事儿相求啊。啊，你别，咱们哥们还啥求不求的？你这么着啊，晚上在这吃饭，喝完酒，喝完酒咱俩再聊。哎，你我儿子今天呢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有什么话咱喝醉了再说啊。爸，爸，坐下吧，坐，咱走吧。走干啥呀？那你说一会儿小米粒出来了，跟大米粒长得一样，咱咋走啊？你这孩子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人家有仨姑娘，哪能长得都成一个模样啊？嘿，别别别别别，人家再者说了，这胖乎乎的有啥不好啊？啊，你说你这样的都相不中，你还想相中啥样的？嘿，你说他人家行了，人家说自己孩子的，有爸在这儿，闲不住你胖。哎，你现在跟我说说，你到底相中啥样的？我相中那种。高高的，瘦瘦的，眼睛亮亮的，智慧多多的，穿个小虎皮裙儿，手里吧还拿着一个小钢管儿。你拉倒吧啊！还拿钢管的，说皮裙儿，你说那孙猴子？孙猴子也行，儿子啊，你说嗯。你就找一个踏踏实实的能跟你过日子的就行啊！你说咱都这样了，咱还挑别人呢？你看你的牙长得都快掉地下了。爸，你说啥呢？谁牙掉地下了？我牙大怨我呀。那我妈不比我牙大呀？你不也跟过一辈子了吗？
怎么的？伤着你了？来，吃饭我也老哥，哎，老哥，这马上菜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别做饭了，我这会儿哪有心思吃饭呢？跟你说点正事啊。你说说。哎，老哥呀，你也知道，你说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四代单传，你说我都这么大了，我呀就想抱个孙子。这没错，想抱孙子。嗯，那你是没抱上孙子，你要说抱上孙子，你就成孙子了。真的，你看我这一大家子，你要实在想抱孙子，那你看我行不？大爷，你真逗！哎呦，我咋抱得动你呀？哎，这样，哥行不行？你呀，把那小米粒儿叫出来，你说看看怎么样？看俩孩子的心情。您这句话还有什么说？那个大米粒儿啊，去把小米粒儿叫出来见见啊！啊，那啥，爸，那个，牛叔啊，那啥，我小妹呀，她贼拉厉害呀，厉害！我怕她欺负我大兄弟。怕啥呀？打是亲，骂是爱。要是俩人真相爱，我任他打，任他踹，任他给我踢成骨折，我都能忍耐。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说得好，老哥。看我这儿子的态度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坚决了。啊，去吧啊。我呀，待会儿啊，我就怕这小米粒出来呀，你们相中我们儿子。不可能，我觉得这人的长相不重要，钱多钱少也不重要，关键得人好。哎呀，老哥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这搞对象又不是选美，对，关键的能过日子就行。哎，你们老哥俩说的太对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大爷，你就看我这长相啊。虽然成熟了一点点，牙大了一点点，但是吧，这都不算啥事儿。你知道现在这年轻小姑娘都喜欢那个大叔型的，你知道吧？是吗？知道他们都管我叫啥吗？叫啥呀？欧巴。你这孩子那么虎啊，管你叫欧巴，我是你爸，那我是啥呀？欧爷。哎呀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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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爸你快看吧，这小米粒长得跟大米粒一样一样的。哎，我说你牙有毛病，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呀？我啊，这还是我们大米粒儿。啊，你说俩是一个人吗？我看花眼了。来，小妹儿咋还没出来呢？化妆呢，说一会儿就出来。那啥，大爷不用化妆，我喜欢素颜。我来了，大家好。哇，爸你快看，像不像天女下凡？爸，我就娶她了。少说话。您是牛叔吧？哎呦，对对对，牛叔您好。哎，小米粒啊，不好意思，不知道您来了，我出来晚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都不是外人。哎，别客气。牛叔啊，哎，我妈常跟我叨咕您，哦，说我刚出生那会儿啊，是个早产儿，才三斤，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，是您把大宝哥从保温箱里抱出来。把我放了进去，这才救了我的一条命。您对我的大恩大德呀，我一辈子都不能忘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还说这干啥呀？啊，你看，哎，牛叔，你说这婚姻的终身大事儿是吧？那当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，对吧？对对对，那是啊。那就不能把爱情跟恩情都混在一起了，对吧？是啊，所以说吧，这谈恋爱呀、就应该是两厢情愿的事儿，对吧？对，那个具体的你还是你们年轻人聊吧啊，你们年轻人聊吧。来呀，老哥，来，咱们那啥，小米粒，那啥，你说的我全懂，那咱俩处处呗，日久能生情。那你看我咋样？好看。你觉得咱俩合适吗？合适。那我可
跟你说好了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可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做。我会。那我每天最喜欢干的事儿呢，就是上网、打游戏、逛街、买东西，你能接受吗？那你一天你跟轻哎，对了，哥啊，你有多高？1.85米。站马路牙子上量的。你下来呢？1.65米。你那个你多重？92公斤呢？才对了。哎呀，老哥，哎，你瞧我儿子这个智商怎么样？不错啊，谢谢。哎，好，句句答得那么精彩呀、啊！是，好孩子、不是跟你吹呀、那我儿子过去还当过酒店的大堂经理呢。那后来咋不干了呢？后来这不是酒店都讲究微笑服务吗？他这儿不得劲儿。那后来呢？啊，这不后来他喜欢曲艺啊，我就把他送到曲艺馆里边学曲艺了。学曲艺了？哎，儿子啊，带板没？带着。哎，来给这个大爷，哎，啊，他们展示一下。来来来，行，来，行，还会这玩意儿呢？这没完没了干啥呢？这是？这要掌声啊！我说的是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着炮兵怕把标兵碰，这个标兵怕碰炮兵炮。哎，这孩子板打得真好，跟我小时候看见那要饭的一样一样。老哥呀，现在可不要饭了，现在要钱。爸，要什么饭？要什么钱呢？人家这是艺术啊，艺术。哎，别不给你带呀！好，艺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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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老哥，脾气不小。说的好，大宝哥，你把处对象当才艺展示了。那你说你是真想跟我处对象吗？真想，早就想了。早，你认识我吗？我在梦里认识的。你就是我在梦里的那个他。那这么说。我就是你的梦中情人呗，啊？那你真想跟我处？真想啊。那你经得住考验吗？哎呀，你别说考验了，你把我考了都行啊。行，进屋。啊？哎，小美玲，那可是你的闺房，男人不能随便进的，你干啥？哎呀，大姐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闺房啊？那我俩谈恋爱，总不能当着大家伙的面谈，对吧？对，我听你的。哎，你，哎，小美玲，小美玲。哎，哎，哎。还有妹妹谈恋爱，姐姐在外边偷听的。丢丢，太逗了！哎呀妈呀！有点你听啥呢？有点爸，差不多。我跟你说，有戏了。哎呀，老哥呀！哎呀，老哥，就小米这刚才那一番话呀，我是太受感动了。这人就得爸。回家咋的了？太吓人了！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跑什么呀？小米子，小米粒，你怎么把这孩子吓那样了？对呀、啊，你干啥了？没干啥呀，我这就是跟他在谈那个恋爱的事儿呢。大宝哥，你别这样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你怎么想的？你也太能霍霍人了！你说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上网购物就花了我2000多块钱，谁受得了啊？这个！哎呀，儿子，这小姑娘啊，就喜欢网上购物，这很正常。哎呀，爸呀，你拉倒吧！就这样事儿的呀，咱娶回家用不上一个月，咱家就得破产。你上了这，大爷给报销啊！大爷呀，大爷，你听我说呀，不光是钱的事儿。
他还给我规定呢。规什么定了？他规定我每天都得向他表白。那你就跟他表白呗。不是，得按他说的表。哎呀，儿子，男子汉大丈夫嘛，得经得住考验。他让你怎么向他表白呀？他让我表的是一生爱一次，一次爱一世，世事如一日，每日发誓4444次。如不发誓4444次，就罚我4444次；如发誓4444次，就爱我4444次。哎呀，儿子，这不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吗？特长啥呀？我这牙都受风了。小米粒，小米粒。干啥呀你呀、啊？人家刚才那什么炮啊，什么枪啊，人家说挺好，你非得让人说是，说你干啥你、啊？你这还哪有这么熊人呢？你对呀，我没熊人啊，大宝哥啊，我熊你了吗？你没熊我，是我自己熊我自己。那你现在看我还行不行？行。好不好？啊，美，爱不爱？爱，爱嫁谁嫁谁去吧你啊！哎，你别跑啊！你跟我跑，我跟着去。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啊，快，我先蹦。啊，小米粒子，小米粒，你可不能胡来你啊！哎，儿子，我可真服了你了。啥呀妈？那个小米粒，咱俩能不能按照那个第一套方案做呢？行，大宝哥。啊。从前你是我的恩人，哎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黄花闺蜜。闺蜜闺蜜，对，闺蜜闺蜜，这就叫此人美成亲，照样一家人。 对，我们的爱情宣言是我的爱情我做主。好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心才会珍惜，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有福就该同享，有难必然同当，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。